多谢。咱来开始上课吼，就这个寒冷的天气上课，连续呢三天两夜吼，就在真辛苦啦。吼，我上初级班的时阵，我嘛是差不多这个天气。我是骑奥多麦来哦，啊，为新德骑奥多麦来，甲遮上课哦。无啦，我唔是要让大家甲我拍手的啦。我是咧讲，迄个时阵，因为迄个时阵，其实一寡基本建设拢较无遮尼好，啊，是因为听到讲，有民政府这个物件，啊，这到底是啥物货？吼，啊，过去我是台独基本教育派啦，我感觉台湾一定要台独啦，啊，因为。过去也无咧思考，啊，毋知影讲台湾的路线免怎行，啊，有人话对咧行，对咧冲，安尼就好啊。所以我嘛捌去抗议啦，嘛捌去参加做真侪游行啦，积极投票。我都毋是啥物政党啦，但是吼，我的票将来捌投过哪样安尼啦。哦啊，你个投到感觉会先，感觉个性无啥个选择，即马开始有迄个妥协个出来啊。哦，啊，开始有其他的政党出来啊！啊，其实，那为这个国际法律来了解咱台湾的地位、台湾的主权，实际上，遐做的差不多拢白工啊，做白工啊！哦，啊，咱今仔日来看这个解读的这个主题啦，吼、哦。台生要给大家一挂解读的小工具啦，因为咱过去受到这个 KMT 吼、哦。国民党哦，这个国民党的教育哦，已经把咱的这个价值观已经扭曲了，甚至咱把酒拢红暗看掉的，我们看不到真相了。在体制内，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看到的是他借由媒体喂给我们人民的热色啊，或者是企图扭曲哦，一要把咱扭曲咱的这个认知。和咱的认知偏误，甲通底价同款错误的这个观念内底啦，吼。小工具就是逻辑，基本的逻辑概念啦。矛盾率就是第一个小工具，矛盾率，逻辑概念早就装在我们的这个理性的认知里面，大家人拢有，哦，大家人读到内底拢有这种矛盾率，但是因为教育的关系。这个东西是会被扭曲掉的，或者是会被打破的。哦，有没有白色的光？有没有白光？有没有？有吧？有白光啊？五六白色光里头的剩白色光啊？哦，啊嘛有红色的光嘛？这个雷射比的是红色的光啊？啊嘛有青光。这不是青光眼的青光哦，是青色的光啦、啊，哦，啊，所以交通号志的是啥物会？灯，哦，红青灯，哦，啊，其实台语吼、哦，台语差不多有的台语拢倒装句哦，叫做青红灯，哦，啊，是讲台风，台语就是风台，其实。咱的台语真侪的迄个用词拢是多少倒装句啊？冒黄色的光点了，有吼？啊，敢有黑暗的光、黑色的光？敢有？有哦。黑色的光呢？敢有黑色的光？黑啊叫光，黑就是无光的状态啦，这叫做矛盾率啦。好，你违反矛盾率，它有黑色的光。黑色黑就是黑跟暗就是无光的状态，所以无黑光啊。所以你若看舞台顶，袂讲拍一个黑光啊，甲一个人打掉的，也是讲砍掉的，无黑光这个物件，干啦？黑就是无光啊。同一率，请问，敢有啦哈？有无？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黑色的小白兔？敢有？有的请举手，你觉得有黑色的小白兔的请举手，有吗？你觉得没啦，没黑色小白兔的请举手。没有举手的是不太确定哦，
怕台上的这个讲师会设陷阱给大家跳，是不是？其实没有黑色的小白兔啦，黑色的就是小黑兔啦，啊，白色的是小白兔嘛，对不对？哦，啊，所以当你问问题的时阵，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阵，有没有黑色的小白兔？咱过去的经验，你若听到黑色，你自然会想到正平这只嘛，对不对？但是小白兔，咱会想到倒平这只嘛。但是咱甲色、甲土啊连做伙，迄个概念连做伙的时阵，咱会混淆啊。啊，所以在语言逻辑上面，黑白不统一啦。所以黑跟白是色，那兔子是那个类，类啦。啊，咱甲两个物件连做伙讲啊，所以你就会发觉，哎、欸，好像怪怪的，可是又不知道怪在哪里，所以它不统一啦。哦，黑色的是小黑兔，白色的是小白兔，啊，那灰色的咧，对了，这个是统一律，它有一定的那个逻辑啊。排中律哈，就是小黑兔跟小白兔中间有没有一种介于小黑兔跟小白兔中间的东西？小灰兔，不是啦，同那个排中律不是在讲这个，排中律就是在讲类，两个类，不是在讲这个颜色，讲类哦。来，类啦，讲你讲类的对啊，同那个排中律就是在讲类。来，猪仔甲猪仔生猪仔，对不对？张秘书长讲嘛，狮仔甲狮仔生狮仔，牛甲牛生牛，啊狗啊生甲狗啊生狗啊，无唔对吧吼？啊人甲马生啥？人类、马类，我咧讲的是类哦，啊人类、马类，啊人跟马会生出这个吗？这个就是排中，人甲马也无可能生出一个。介于人跟马的东西，有人会讲啊，讲有啊，有种狮仔甲虎生出一种狮虎，还是啥物货？类甲类吼，那无共类小头吼，它的下一代不会再生下去，伊的也绝后啦，也不能生长了，自然界法则就是安尼嘛，吼。所以牛甲猪无可能生出牛猪，还是猪牛，所以这个这。台中律啊，无迄个中央的物件啦，啊，这是概念哦，因为咱咧看台湾甲中华民国，到迄个台湾民国，啊，台湾是啥物货，中华民国是啥物货，这是两个不同的类哦，哦，概念啦，这都是一个概念。来解读哈，咱他都要是，咱他都要是这个解读。即甲咱一寡错误的观念先甲跳开，啊，解读呢？解脱就是我予大家目镜，吼、哦，予大家一寡新的观念，给大家一些新的视角，看代志的角度，啊，咱来单套都解脱。看星星月亮用的一支，左边这支嘛，望远镜嘛。啊，那看细菌哦，看霉菌，你用到一支。啊，你敢会用显微镜去看星星？袂嘛，咱的认知就是安尼嘛。目睭和这个眼罩吼，盖、哦、起来，敢看会到？看袂到嘛。但是呢，台湾人即马普遍的经验就是安尼，盖起来，甚至媒体甲你讲哦。你有目睭，你看会到，挂这种的。每天甲讲，哎、欸，你这眼罩有目睭呢，你看会到啊。但是咱多数人拢是，和眼罩盖住啦。来，1945年10月25号，这张投降典礼，这真的哦。右边是我们日军啊，
左边接受投降，仔细看中间哈，中间这四面旗子啊，刚好是那个盟军啊，当年的那个同盟国啦，盟军，英、美、中华民国跟苏联，他在这边投降。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台湾的历史分岔了啦，走入一条轮回，然后炼狱的路啦。对这个时间点已经分开了啦，啊，咱就走不到路啊。咱今天要回归这个国际地位正常化，就是要回来这点嘛，啊、哦。来，咱解读媒体哈、哦，解读哦。我们看一下影片一。直接拉到那个三分之二的地方。既然用高十秒，就是一分半画了一张图。嗯，有看过的知影，但你没看过的应该会惊一条啦，哦。伊咧为这个中迄个评审，就是这个被他们诶，啊，对，这个评审，伊这是一个达人秀啦，啊，这段关掉啊。达人秀就是讲，你有真侪才艺表演，啊，你伫90分90秒内底下甲表演出来，人啊肯定你，啊，你就过关，这是达人秀。啊，这影片要甲咱讲啥物货？你点到看新闻啊？迄人是点到位哦。哎，电脑话时阵你看无啊？今仔日新闻媒体甲你电脑讲啊，但人看无啊。咱会叫，咱会当作迄是咱感觉，也是咱认为新闻就是咧讲安尼。实际上，新闻拢有弦外之音啊，也是讲你要透过特殊的角度去解释、诠释那个新闻的概念是什么啊？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啦。这就是一个第一个解读的工具啦，解读的工具啦。你顶爱对这套开啦，你将来无套开，你的感情拢绑伫这个中华民国顶面啦。啊，你得一直认为讲，哎，咱要签一个法呢，咱要去用统一啦，咱要这个已经台湾已经破产啦。咱的一种咱的，就是迄个烂啦。咱的感情已经是绑伫这个体制来啊。中华民国已经死了，大家敢知？还是大家感觉中华民国还存在？感觉好像还存在，对不对？国旗好像也在用啊，护照也有在用啊，但是实际上，国外把中华民国的护照当作一种旅行文件了，类似一种签证而已啊，它是被贬低的。它不是真正的护照、啊。我们看一下影片二。意思就告诉大家，到底我们怎么样给中国人亲自告诉我们中华民国是什么？中华民国来定位，谁都没有否认呢、啊。1912年，清朝告一段落。中华民国成立，大家都承认了。可是到了38年以后，1949年，中华民国还有没有？照着世界史的说法，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照着我李敖的说法，中华民国没有了。可是，照着在台湾的蒋介石他们这些党羽的说法，中华民国还存在，只是到了台湾。
我给大家展示过我那个资料，那个资料呢就是蒋介石的一个秘密资料。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号有一篇秘密的演讲，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请注意哦，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他里面谈到，他说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告诉我们1950年3月13号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可是这个真相他当然不会告诉台湾的全体的这个中国同胞。他说中华民国还存在，这么一个幻觉，我告诉大家，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一部分人还相信中华民国还存在，啊，可是怎么解读呢？看看国民党他们所马政府，这对不对？李敖已经清楚跟我们讲啊，蒋介石在1950年。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啊，推翻了中华民国。1950年3月的时候，蒋介石就已经承认中华民国灭亡了。立马共这个幻觉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家还在幻觉当中吗？蒋介石本身就已经否认中华民国了，咱今天让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延续在台湾的能量或者是养分，竟然是本土台湾人，就是不清楚的咱大家啦。过去咱一直在支持这个所谓的体制，就是这些本土台湾人啦。啊，这些咱讲的哪赢哪军的这些，应该清楚，但是伊现在唔爱讲出来，还是讲伊唔爱甲讲个名。因为伊即卖是徛伫一个统治者的角度啊，徛伫一个高站的位置啊。我甲你讲破，恁大家拢反啊！啊，换恁台湾人起来做头家，啊，我要走去倒。所以台湾人还在沉睡当中啊。那么台湾民政府去行这个国际法律，去找到这个国际法律，咱今仔日要搁伫体制内底，咱认为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暂时的国号叫中华民国，我等下讲到。美国已经无承认中华民国啊，全民无承认中华民国啊。美国咧强调诶，啊，美国强调的一中政策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啦，一中政策啊。中华民国与美国并没有官方的交流，大家敢知影这个属实？敢知？啊，是咱感觉讲，咱有外交部呢。外交部各有去美国啦，啊，哦，各有做这些代志啊。我们看一下影片三，实施外交休兵后，台美关系真的逐渐回温了吗？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方通令驻外单位不准与台湾进行正式的官方接触，甚至不得参加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面对美方大动作，有立委要求外交部必须向美方提出抗议。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开始发酵，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国以国务卿莱斯的名义通电所有驻外单位，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他这个是例行性的，哦，每一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个是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动作。以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要这个吁请美方啊重新审视啊，而且重新改变这种方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则吗？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参加台湾的国庆活动，还要求官员不得进入台湾的官方机构，更不准直接与台湾官员进行通讯。美国国务院更强调，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一律不准出现，对外统一口径只能使用台湾。消息传来，立委个个有话要说。你自己都总统都自己退缩为一个地区的首长了，那人家国家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尊重你为国家？你看上面人在支持中华民国，
我觉得美国政府这一点其实做得太超过了，而且呢，我觉得说有一点刻意有点挑衅，而且刻意有点在这个冷却了我们现在双方急速升温的这样一个两国的关系。如果这个属实，我们当然要抗议啊，对不对？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可以称中华民国？立委们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马政府之前，台湾官员可以到华府下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淑丽更大方出现在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美方态度的转变也给台美关系添加了不少变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过去无看过这新闻人，唔知啊，看过看了嘛，无了解伊在讲啥物货。伊他都要无讲，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名称是不准用的、哦，可是台湾反而可以用。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以为他是台湾政府啊，可是他的体制其实是这个流亡政权。台湾这个名词啊，在那个台美关系法里面有提到，台湾现在的这个政府其实也不是叫 government 啦，一个 governing， 台湾 governing authority， 就是台湾治理当局。Authority 就是 by American， 就是美国授权的一个治理单位而已啦。所以你说马英九其实不能够骂啦，他在执行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中华民国赶回去中国，把中华民国跟台湾切割开。我们看一些做的事情，好像都是我们为了中国好，其实因这个体制要结束啊，这个体制必须要结束啊。美国已经在督促他，要把这个体制做结束啊。啊，所以真济，伊讲外交小兵，美国甲中华民国敢有建交？无嘛，过去办嘛，过去有嘛。啊，美国甲台湾敢有建交？无啊。但是恰恰咱拢听到台美、台湾、中华民国，这种男子会讲，我表哥也讲较清楚哈。我们看一下影片四。看完爆炸，再来看到这后坐力也是蛮强的，就是先前在2015年1月1号的时候，是我方和美方在双向园举行了元旦升旗典礼，更号称是台美双方断交36年来的首次。台美断交，没想到大陆方面是进行抗议，美国国务院也做出了回应。Not know about the January 1st flag raising at Twin Oaks in advance. The ceremon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U.S. policy. 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No U.S. government personnel attended the event in any capacity. 好，刚才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是低头看着稿面，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他在记者提问之下就表示说，双向原升旗的确违反了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此外，驻美代表处在台美断交36年来之后，首次的举行双向原的元旦升旗典礼，已经引发大陆外交部的抗议，同时也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对大家看看，双向原这代志的时候，因这群人去美国一个私人的土地里面，把中华民国的旗子升起来。啊，他刚才那个美国发言人说，违反了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 一中政策。美国一中政策的，我刚才说的，美国全世界只有承认一个国家叫做中国，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一中政策在澳洲、在日本、在等等国家同样适用啊，哦，日本也承认一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也是，纽西兰也是，欧美所有的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有同意吗？我们是不是要认同这个一中政策？是不是现在你的感情如果放在中华民国里面，就没法认同这个啦，因为中华民国也是中国，所以想要搞两中。可是美国一直在打一个界限，就是说一中政策呢，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如果被突破了，
中华民国的双向圆升这个旗是什么意思？表示说中华民国还存在啊。啊，中华民国还存在，就抵触了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啊，但是也有一些表演性质的意味在啦。那个双向圆升旗的意思是要跟骗台湾人说，欸，我中华民国还在呢，你得要跟他支持啊。你看我跟台美国的关系很好啊，我还当底下升旗啊，一个这表演秀啦，跟咱台湾人骗说，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变好啊，啊，其实他们说的台湾跟咱说的中华民国是南做伙的啦。你注意看啊，沈履循说的哦，台美只有关系没有外交啊。所以如果有外交，那台湾应该有美国的大使馆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美国大使馆？反而是一个 AIT 美国驻台办事处，所谓的机构还是公司啊。有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台湾，他都在那个美国发言人说的，台湾 Relation Act 就是台湾关系法。中华民国的民进党自意是台湾人民意的代表啦。前途决议文家讲的啦，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条不对啦，台湾不是主权的国家啦。第二个，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对啊，这个是正确的。再来，中国片面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根本不适用台湾。台湾既然不属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后面那个都不适用，没错啊。你把台湾改成菲律宾，是一个主权的独立国家，没错啦，这样就对了嘛。那菲律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错啊。所以如果中国片面主张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根本不适用于菲律宾，这个套进去是对的。可是台湾就非常的奇怪，只要一套进去，台湾是一个主权的独立国家，这边就已经产生很大的分歧跟疑义了啦。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其实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地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要走去哪里了。我们自己本人也有一个本位啦，你要离家出走，你也要有一个家可以离啊，理解吗？我想要离家出走，就是我要从一个家离开嘛，啊，不然我站在我家外面说我要离家出走，所以有时候那后面都讲废话了。台湾应扬弃一个中国的主张，你要看民进党讲的哦，台湾应该扬弃一个中国的主张，避免国际社会认知混淆，授予中国并吞的借口。啊，台湾既然已经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啊，你扬弃一个中国的主张，啊，你是什么意思？是要讲说我们要有两个中国的主张吗？啊，我扬弃一个中国的主张是什么意思啊？来，啊，这放大给大家看了啊。啊，这拢讲过啊，好，来，伊迄即头前这段的后一段啦，哈，伊只写着啦，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故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这个就是抱着体制在讲话啦。民进党他承认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的根据是在这里啦，依目前宪法。啊，这个宪法是谁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嘛，对不对？然后你也看，你依宪法称中华民国，伊也跟加些个下讲对外我国，所以最近那新闻你的拢会讲我国，我国你就不知道是哪一国了。伊袂当讲中华民国，我国的是中性的，大家听了讲，对，我国，那有一个国家的概念呢。我国不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并以各种不同名称，
也被突破那种国际法的防线了、啊，哦，所以台澎金马也是一种名称啊 ，Chinese Taipei 也是一种名称啊，打破国民党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迷思后，啊，这边因为有总统直选、动省、废省等改造工程啊，所以咱今嘛开始哦，一共更制定了领海法，界定领土范围跟领海的范围，这个做好算的啊、哦。你制定这个领海法，那个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领土嘛，你要有这块领土，你才有这个领海嘛。啊，这个你这个法，咱讲的法哈，法律它每一个法它都有法源基础，法源基础。比如说违反交通，那违反交通就会有一个交通法来给你，比如说惩罚、罚金等等。那交通法是建立在什么？在建立在宪法上面，国家的根本大法的是宪法，所有的法源基础都要建立在宪法之上。所以你的宪法是你国家最基本的基础的法律的那个最基本的面。那领海法界定领土跟领海的范围，结果呢，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根本就没有台湾了 啊，所以你领海法是在界定什么东西，什么挖哥啊，所以民进党抱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的疆域领土不包含台湾的这个宪法，然后再制定，然后再想要改国号啦，然后再想要公投啊，然后想要进入联合国，啊，那咱是在做什么代志？根本就是挥空拳呐、啊，哦。所以呢，整合下来的是讲，不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扬弃一个中国主张，啊不，他要几个中国？他想要搞几个中国啦？再来，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啊，你这不是鬼打墙？你讲我叫做中华民国？但是我不再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这里刚刚这奇怪吗？这个逻辑啦，来，陆军官校，谁的陆军官校？中华民国的还是台湾的陆军官校？啊，一家乡陆客啦哈，那你要这观念卖改，请说中国不用大陆。哦，中国客，然后呢，他讨论说，哎，他们要开放给他们参观，哎，我要进门，我要进门，不要进嘛，因为中国人的学校，哎，官校啊，让中国人参观，去参观，干要紧，不要紧啊。结果呢，你注意个看，这新闻做趣味的啦，民进党将重启中国事务委员会，哦，然后。立委谁谁谁提案修改开放，谁在支持中华民国的体制？就是这样啦，重点就是这里。所以中华民国跟台湾两个名词一直在交叉混用啊。所以说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这个概念一定要拆开来，两个概念一定要拆开来，我们看事情才会清楚啊。哦，一直在交叉混用啊！我们看一下影片五。台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关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的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好久以来有这个事，只不过是他们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好像每年有继续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BS 新闻综合报道。这个美签的这个
新闻大家开始看得懂了吗？他刚刚说台湾护照对不对？哦，我刚刚不是说那个这两个名词一直在混用，一个你说台湾护照啊，啊你是台湾人对不对？哎，你有护照啊，你有护照你就有国家，实际上他是台湾护照吗？一直在混用啊。第二个，金门的那个议员李冠公啊，不能因为福建属于金门属于福建省，就把它归类为中国大陆。我们被它归类上面会，金门刚起福建省呢，是吗？啊，福建省哪一个国家？中国嘛。那它的国籍要是什么？难道他会写台湾吗？根本就没有台湾国啊。啊，有人讲啊，讲应该有出国过嘛，哈，有出国过，请举手。哦，他这人我有出国过哦，你注意看你的护照最后一页有照片那一个，他那个右边有一个那个 nationality， 就是所谓的国籍，你注意个看。那是金门马祖的，你得写 China 啦。啊，你那是本土台湾人，还是朋友哦？加你得写 TWN。啊，那个 nationality 不绝对等于你的国家。或者是国籍，不绝对等于啦，所以交叉混用之后，其实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啦，那个名词的代表意义就是中国啦，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啦，两边两岸的中国人要统一，可不可以？啊，你是什么人？啊，你要跟他们去统一吗？不需要嘛。啊，人家不要统一，我们是不是要赶快鼓励他们回去？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在这边的嘛，那赶快回去啊！所以他们才去签 ECFA 嘛。那回去为什么要签 ECFA？大家有看过 ECFA 无？的文件无？那个台生可以找得到上一期吗？那个 ECFA 的那个 PDF 档。啊，大家定讲那个学运啊，是不是反服贸？啊，大家有去参加无？无啊？有啊，有去参加哈？啊，想要反，你想要参加要反服贸？因为咱感觉讲，伊签这个甲台湾出卖，对不对？我有一台车啦，哦，我有一台车。啊，你对我讲，你要买一台车，啊，就是我迄台，你敢袂惊？袂惊嘛？中华民国这阵人，伊敢拥有台湾的主权，啊，伊敢袂惊？所以你落地下来无的物件，你敢卖出去？你根本就无迄个物件嘛。他并不拥有台湾主权，你怎么出卖台湾？来。不断的进来，这就是咱爱赶紧正常化、爱防止的啦。哎、欸，不断的进来，那个会是一种殖民现象了哈、哦。台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协议了哈、哦、，ECFA 就是那个简称啊，英文的原文的简称啊。我们看这个最后一页啊，我们看最后一页。来，它是两个。财团法人、社团法人这个公司行号的对等的签署呢，并不是台湾跟中国，也不是国对国。那个协议哈，协议英文叫做 agreement， 这个物件在国际法里面，它也是一种这个合约。啊，这个签了以后，要倒转来给这个。迄、那个国家，个人的国家，迄、那个法院立法啊通过，讲同意这个签的这个物件合约，但是你要到立法院就冻掉呀，因为去抗议嘛。啊，咱来查一下哈、哦、，fine 的家，你个怕？你个怕台湾？
没错，一锤不台湾两个字呢。那个法里面并没有提，那个本文里面呢、啊，并没有提到台湾的字呢。那我们以为是台湾要被出卖掉了，事实上是两岸的中国人，他们各自有公司、财团法人，因两个对签一个叫做这个协议啊，经贸协议啊。啊，现在要签这個，我再给大家分析一下。伊即卖啦，啥物会拢无签，啊过去一边，转去。伊即卖要转去金门妈祖，甚至设平潭，平潭吼、哦，花了很多钱在那边建设。啊，一边转去，啊平潭刚好出产啥物物件？咱只要出生甘蔗、水果哦，也是咱只土地哦，会当生产做些农产品。啊，平潭遐细地，敢有？啊，你讲金门？高粱酒、菜刀，阿要搁要创啊？无啊嘛！啊，过来妈祖，搁有啥？海山，要去遐开海山打，要转去阿过开海山打就好啊，无可能啦！愈细粒的岛，愈细粒的体制，经济体制、经贸体系啊，他们一定要做所谓的那个一个进出口的生意。啊，像迄个新加坡，伊咪做细。哎，现在伊足强，伊个钱是比咱较大哦。你若去看迄汇率啊，钱比咱较大哦。啊，现在伊那样足强，因为伊甲全世界诶经贸拢连做伙，啊，所以因学英文，啊，因做真够做生意，啊，所以因诶经济面会较好。啊，因这种势力都一定爱做这个代志啊，做经贸诶这种事情啊。那经贸这个事情，它离它最近的经贸体就是中国嘛。啊，中国你若要做生意，那出现问题，我买一个物件出现问题，你敢有法律会当约束？无，啊，你才签这啊，签无好啊，啊无以后他有啥物法律会当去做一个国际诉讼啊？好，还是讲要安怎做一个交易？因为这个架构啊，是讲这个协议，就是要先签一个这个条约，签一个这个物件，以后做啥物代志，拢有一个法律的这个制度会当。根据会当依循啦，所以必须要签这啦，嘿啦，来签这啦。啊，所以咱若无看这文件，咱去反服贸，咱唔知影咧反啥物货啦。因为咱拢改这个物件当作是咱啊，咱家己台湾人啊。啊，实际上是因为咱台湾人认为，咱即马就是这个啦，就是中国中华民国的这个体制内底人啊。实际上，伫法律上嘛是啦。因为国为所领的身份证，就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嘛。你所有的文件，甚至你即卖所谓的护照退出去，人嘛讲你是中华民国啦，你就是中国人了。所以今仔日是安那民政府去告美国了，要求美国，你要帮台湾对中华民国脱离出来啊，办这个身份证，就是把你的身份对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来给切割出来啦。你若割出来了。聂新婚的不再是中华民国体制内的一份子啊！这个关掉。影片六。谢了。你干嘛怪怪啊？你别造啊嘞！我哎，你个声！一个干嘛怪怪？那个藤西啊怪怪！啊边啊，遐么是徛一个人，有无？边徛一个人，好，我跟你讲，
这做好笑啦，啊，但是这有意义的啦，哦，这影片有意义的啦，是这个啦。两岸正确的关系不是一边一国，而是一个合法的国家，一个流亡政府啦。啊，今天我们就像那个士兵，所有台湾人就像那个士兵进入这个体制在玩游戏啊。旁边的人就是他们的人，都知道你被玩了。只有台湾人不知道，台湾人自己不知道被玩了。咱去比甲因咧耍迄个游戏，啊，迄个红骨头，迄个阿兵哥是毋是？伊都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啊，你去选举，咱做票做了，啊，你拄啊出来甲要死，啊，差一点点啊，就算着落选。啊，你讲，你甲台湾人讲啊，咱无够努力啊。啊，你去参加人个选举？算了啊，去用修理，你敢不知道你是安怎用修理？这体制内底的本身就有问题啊！啊，所以边仔的人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敢若台湾人家己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伊个购物无，伊无磕头磕了，哦，足痛的啊！啊，伊个愈大力无，愈认真，愈出力，要甲对方报复回来，无效，因为人外口也一支。大件的当时啊，你安怎大力头哥安怎大力，你家己也当去试看卖嘛？迄当时啊，拢无力啊，拢安跌一跌一尔。人个骑大机的烧落，咱拢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台湾人就亲像即个阿兵哥同款啊。啊，你说无靠甲讲，人边仔人咧甲你笑啊，但是咱唔知啊，咱无了解。啊！咱伫体制内一直咧骨力要互台湾正常化，无可能啊！因为咱着受着迄个体制限制，无可能。你甲看，中华民国等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华民国，迄是因的共识，共识。啊，这个是中华民国民进党。所以都在体制内啊！我想要讲，你伫体制内拢互讲过，你毋知影。会记你选举连战选输无？伊无讲选举无效。啊！伫即件代志还未发生之前，大家敢知影有选举无效即个规则？敢知？咱根本就毋知嘛！咱是讲选赢就赢一票嘛，是赢。佮竟然够选举无效这个规则哦，啊，原来这都有足济青年人的讲法啦吼，生游戏开外挂嘛，他有很多外挂，很多条件都可以另外再玩呢、啊。我们还没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碰到说，原来还有这一条哦，选举无效哦。我一开始我听到伊讲选举无效，我就是伊是起翻唔认输，实际上伊有啊唔认输的迄个感情感伫内底啦，但是。原来在法律的规定上面真的有选举无效这件事情哦。啊，台湾人生这体制生甲足欢喜啊！最近佮开一条新的罢免，有无？要罢免一个蔡正元嘛？大家足欢喜啊！哦，新的堂而胜。电脑游戏吼玩久了会腻啦，啊，厂商要怎么让这个游戏继续可以玩下去？开新的城市外挂，你本来安尼算算啊，算个足久，啊，你拢未进步，啊，开一个外挂逮捕玩家了，哦，你也变作厉害，啊，是讲，给你一个新的隐藏关卡，你过来算，哦，安尼玩家就会上瘾，就会继续在这个制度里面了。啊，他对阿兵哥嘛是嘛，伊都要检查伊的汤匙啊，我这汤匙啊是唔甲你无共，啊，伊要离开啊，伊讲，你去试一摆，你去试一摆。一个改 U 等于迄个制度啦，所以唔通伫即个制度内底拍喷无效。咱接续要讲政治人格，政治人格唔是台湾民政府发明的名词啦。政治炼狱是在判决书里面，美国给我们里面的一个说明，说台湾人还活在政治炼狱当中。哦，报告书
来的所讲的。我们看一下影片七。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美，这是影片七吗？这影片七，七二人，影片七是这个，哦呵，按这个关掉，这个关掉。咱头拄仔咧讲诶，伫制度内，这就是政治炼狱啦，吼、哦，政治炼狱。来，只要还在体制内玩他们的游戏，就是政治炼狱。所以呢，你看，你坐伫这台卡车的上面，我们所有的人都坐在这一台卡车上面，这个卡车就是中华民国的体制。你能坐在上面把它，对吧？这台车弄翻倒吗？干嘞？你徛伫顶管，啊，把这台车变我倒？没嘛？啊，有人讲啊，我只要能够控制方向盘，我就可以把车子开去撞墙壁啦，开到水沟里面让它翻倒。这个说法可不可行？可行吧？可行吧？哈？没错啦，不要怀疑，不要害怕，哎，啊，你这咱这等人坐伫这台车顶面，啊，咱大家人要抢迄个位，抢迄个驾驶座，为了要推翻这个体制。当你坐在驾驶座上，很多都花了，时阵，你会把它撞墙壁，让它翻倒，让它跌入山谷吗？会吗？你顾家己性命都袂护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在体制内，你怎么翻倒这个制度？不可能嘛！所以即使你当到总统，一样没有办法颠覆这个制度，不可能啊！啊你怎么样？你要怎么把这个车子翻倒？你就跳下来，所有的人合力把这个卡车翻倒。你要跳出体制外了，哦，你不能在车上了。啊，这个、政治怎样的？就是安尼，你卖伫体制来生伊个游戏。有人讲啊，网络有人讲，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所以呢，我们要选举，不要把票投给国民党，然后才能推倒中华民国。安尼讲对？都为唔对？对了，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对了。可是他要推倒中华民国的体制。他说他要选举，就还是在参加中华民国体制内的选举啊？你在体制内如何推倒自己啊？不可能嘛！所以你唔通去参加选举，唔通去给人选，唔通去参与罢免的游戏规则，唔通去参加什么抗争，无效啦！有参加过抗争的游行的，请举手，我看麦，敢无？有人有参加过嘛？哎、欸，啊，考过安怎？加减啊有效？有某一个程度的有效？国民党吼，伊算一套游戏啦，正手倒手拢甲你定调的，啊，你较有力伫伊的正手，伊就放互较灵的，啊，你感觉有效啦？啊！等你袂记哩啊！你即马来控制伊个倒手，伊个正手在甲你定案啊。所以是一消一长啊。所以你来看媒体吼，伊甲你激活你对即个总统作不满，另外一党就去消退即个不满的情感，办一个游行，互你个迄个民怨消退。所以咱大家底下，咱亲像三温暖啊，一下作热。一个作令，所以你也看洪仲丘的事件，也是讲学运的事件，也是讲这任何的抗争的游行的事件，那是迄个一天的吼，游行一天的啦，全台湾集结，迄你也知影开偌济社会成本哦，偌济人的时间啊，集结伫凯达格兰大道一天啊，大家做做的轮流
民嘴可以演杠杠的，对来一天过啊，无效啊！你只是一天的嘉年华会啊，抗争了无效了，还是请愿，甚至公投、游行，对现状都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在解决的是那个枝微末节的问题啦，我们并没有解决根源性的问题呀。所以金呐暖气都无效啊啦，但是咱拢无去解决金的问题啊。毒苹果理论就是讲，一张树啊，伊的土是拢重金属的，哎，所结出来水果就算伊压肥压足侪，结甲真大粒，敢会食？袂食呀，因为咱的根源都有问题啊。台民政府行国际法，就是要来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啊。今仔日人民还不了解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啊。这个平台呢，就是这个中华民国体制的制度。那选举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必须站在这个制度里面，他才有作用力，才有权力管理这一个土地。那人民就站在这个制度里面去支持他，或者反对他。所有人民拢，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伫即个体制内底啊，是毋是？啊，咱毋知影讲，有个人已经觉醒啊，你我就是今仔日来遮上这课，就是咱觉醒啊，咱脱离这個制度，一个无够啊，遮个人呐，全部拢离开咧，发生啥物代志？制度瓦解啦，制度瓦解啦。啊，咱足骨力哦！你也看最近诶，顶边迄个去年十一月迄个九合一选举有无？九合一选举真趣味哦，连迄里长都竞选到，里长都足竞争啊，是毋是？啊，你敢知影你投一票？哎，投一票投了，爱哥吐出30块，敢知？迄、那个吐出30块，就是伊个选罢法内底第43条规定，选举人啊，伊若得票数，伊若当选，伊个得票数可以拿回那个选举补助款，就是一票30块。所以看你得我多得几票，那、啊、你就乘以30块，他就可以得到那些钱。啊，那些钱哪里来的？你跟我的口袋里面来的啦，就是这样子啦。啊、我较早嘛唔知呢，我去足骨力敲电话招朋友。我较早伫台北上班啊，阮兜伫高雄啊。行，咱做伙倒来，倒倒来高雄投票，为了故乡出力，对不对？咱啥物货拢袂当做，咱干呐会当投票，靠投票解决，无可能解决啦。后来我知影讲，我倒去啊，去排队买车票，啊，一足长的时间倒倒去高雄。投一票，投了拢开我家己的钱，原来阁爱阁互抽30块，所以这个政治炼狱就是这个讲这个物件。来，是。是。这是一个重点啊，对，这个重点，重点是重点啊，对，我知道你的问题，媒体为什么没有办法伸出去？
现在这个地理当局完全的封锁啦，我今天去想要给你看媒体完全的封锁住台湾人的资讯啦，想要头前给你看一个台湾人戴着眼罩，就是因为媒体完全党政军教育媒体完全在他们现在这个体制的掌控中了，甚至民进党这些头人嘛，知影台湾民进会发力是对的，但是伊公开反对台湾民进会的论述啦。就是即马这些已经变作是既得利益者。过去我承认，过去这些想要台独的人，伊确实真正为着土地、为着人民的这個自由奋斗过。这个心血也是讲这个攻击。咱讲这个成绩，咱袂当去否认他。他的确在当时所谓的政治正确，但是有极少数的所谓的台独，还是讲这些领袖，他们其实早就知道这条路线其实是假的啦，早就知道了啦。只是咱后边这队人唔知啦，多数人是亚休对白的啦，但是咱就对因咧走嘛。啊，这对那叫既得利益者是谁啊？啊，媒体完全斩断台湾人对这个国际视听的资讯，饲牛会当得牛奶，想要吃牛肉抬牛；饲羊啊得羊奶，想要吃羊肉肉抬羊啊。饲啥会上好？饲人。即马所有拢甲你封锁起来，你伫这个体制内。呵呵啊，胜利的游戏，呵呵啊，投票了，无论明仔安怎，蓝绿不要再恶斗了，啊，阮继续抽阮的税金，啊，恁继续呵呵啊，吃头路，拿恁的税金。是。对，我跟你讲啦，对。我们可以要求他，我不是讲我们可以要求，我讲的就讲，咱一厢情愿，咱讲，美国遐尼大啦，遐尼强啊，他动一根小指头，咱就起来了嘛，是不是？一定要直接进入这个台湾的媒体，直接公布台湾民政府明天执政，或者是台湾民政府是我承认的，就上来了，对不对？我们很容易这样去思维嘛。那你可以行哦。如果明天真的媒体上发生这个事情，多数的台湾人会怎么想？社会秩序变了，所以讲啊，咱袂使粗鲁做代志啊。美国咧做代志，伊考虑到的因素比咱搁较侪啦。亚洲的因素有武力的军事武力的因素，有经济面的因素，有这个亚洲地区的秩序的因素，无论是海运、航线、交通，这种是因素啊，战略因素等等啊。美国要给咱扶持，第一个要看的是咱台湾人民觉醒意志的程度啊，咱不被耽误啊。身份证较办，哎呀，三万几张啊！啊，2300%/3万，2300%耶！台湾人的意志，你愿意站起来无啦？你愿意遵守国际法来甲台湾治理好无啦？这是台湾人爱表现出来啊！但是美国看你的决策程度，伊要甲你帮忙。讲袂过呢，因为多数的人还搁伫体制内呢。咱即马要唤起的是体制内人，赶紧醒起来呢。多数人还搁支持这个《台湾关系法》，伫你当局这个，咱讲这个体制内，这个人是咧支持这个呢。伊搁唔知影伊是台湾人呢，伊伫感情上认为是台湾人，伫法律上伊其实唔是呢。是因为安尼，美国要甲咱扶持，咱来家己愿意，家己咱讲。壮大家己要坚强起来啊！
某一个程度啦，一定是某一个程度。啊，当然美国有一寡条件啦，可比讲咱爱训练接证款的人4000名，啊，咱的身份证爱办几张。啊，是安怎办身份证？因为美国军事政府这个单位是因为战争了后占领德国，咱大日本的土地。军事政府占领了后，人民的管理的秩序，要予当地人民组一个政府，叫做民主政府来治理。这种是伫战争法内底结果。啊，咱今仔日这个占领还未结束啊。啊，因为我头拄仔讲了，1945年10月25日那个时候就扭曲掉了嘛。我们这走入一个平行宇宙的空间，咱就伫遮唔知咧70年来，咱唔知咧活啥物货，咱唔知咧做啥物货啊。啊，美国人嘛感觉真奇怪啊！你本来是在日本帝国的人，啊，你今麦去抱中华民国，去替中华民国做兵，啊，去金门做兵，啊，互拍拍死去，啊，啥物拢无。那么感觉台湾人真奇怪啊！咱的角色程度啊。但是过去咱就无人出来啊，无人像台湾民政府出来啊，啊甚至可能有啦，二礼拜已经抬了去啦，二礼拜已经抬了去啊。你爱对啦。对，啊，咱即马就是咧行这条路嘛，咱即马就是咧行这条路，咱即马要徛起来嘛，咱赶紧叫人起来嘛，咱要集合本土台湾人的力量，咱要徛起来，咱即马就是咧行这条路啦，哦，咱继续，咱讲，当然时间无够啦哈，咱继续讲落来，独立的假议题哈，伫即马体制内咧甲咱骗讲独立啦哈，独立的假议题是安尼啦，独立就是。你要对一个美国的一部分，你是有一个美国啊，你是伊的领土，还是你是伊的殖民地？你对这个美国独立出来，所以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他想要独立出来，从母国加拿大独立出来，啊，这就是两种例子啦。历史以来两种例子，国际法的例子就是讲，你若要独立，你若是属于殖民地，你有一个宗主国。你若是有一个母国，你就是那个母国一部分的领土，你要从这个母国独立出来，或者是从宗主国独立出来。好，那我们看哦，因为有例嘛，国际都有例。继续来，最近苏格兰对大不列颠王国有四个这个 nation， 苏格兰啊、威尔斯、跟爱尔兰、跟英格兰四个。然后他从这个当中独立出来，公民投票独立出来，所以他是大不列颠王国的一部分领土，这就是独立。乌克兰古尼嘛，克里米亚独立出来，他从克里米亚这个母国独立出来，独立不？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以加泰隆尼亚这是部分的领土，一旦对这个西班牙独立出来。啊，台湾呢？台湾的母国在几嘞？还是中国？如果是日本，你还要独立吗？啊、台湾，如果你的母国是美国，你想要独立吗？是这样子吗？啊、哦，这个我们照着论述去追。哦，你啊，读国际法，你的台湾新台湾论，你慢慢啊，他靠我这个解答的能力啊。你就可以看这个东西。那台湾的宗主国是谁？你就找不到，那你要从哪里独立出来？我们再讲统一啊。如果我们要统一的对象是美国 ，OK 吗？也不错啊。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统一中国呢？啊，如果我们跟荷兰统一呢？跟他嘛未歹嘛，对不对？啊，跟日本嘛未歹啊。啊，想要统一一定要跟中国。所以统独都是假设性的议题啦、哦、祖国是对一个祖国
日本，还有吗？有没有其他答案？天皇好像有接近了。对啦，祖国就是阿祖的国啦。啊，咱阿祖，你我阿祖阿公阿嬷的国是哪一国？就是大日本帝国嘛。啊，有人讲大日本帝国刚搁伫咧，还在吗？不伫，改宪法。哦，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咱过去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啥物人？宪法是啥物人给伊生效的？天皇嘛，天皇是啥物货呢？天皇就是国家代表法人，咱讲财团法人嘛，啊，个人就是自然人嘛，迄伫法律上一个所谓的格啦。一个格啦，啊，国家就有一个代表，叫做法人，啊，叫做天皇。咱讲咱日俗美战，我先来讲日俗，哦，日俗。讲日俗之前，咱先来大概普普了解，咱过去即个年代啦，哈。明治宪法，明治就是。1868年1月26号，一直到1912年7月30号，过来大政哦，明治已经45年，大政建宁河，啊过来交河，过来平城，平城的今嘛，诶天皇到现在，然后呢，你注意甲看，几个时间点嘛，下关条约，咱讲马关条约伫对一个时代，伫遮嘛。啊！李厝世代大战伫倒位？伫遮。啊，所以遮有一个战争，遮有一个战争，所以大战的时代是台湾上盖黄金的时期，上盖黄金的时期。啊、哦！啊，因为1945年四五年迄个时阵战败嘛，哦，1943年即、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一直到即嘛，大概这间距，你话有了解就好啊。啊、哦，咱来看，这叫做这个条约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法人我头都阿无讲，伊唔是讲大清帝国啊，一、那个什么光绪皇帝。无、哦，伊是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法人，伊要改伊名写出来。可能诶，即个条约上尾啊有写伊是啥物皇帝啦，但是即个条约顶完，法人诶啥物意思？就是即个条约吼，当你皇帝换人，即个法人嘛搁伫个啊。不论你皇帝安怎换人，法人要搁伫个，那个位置要搁伫个，所以条约就是有效的。啊，明治宪法是因为天皇落诏书，和明治宪法成立嘛，有效嘛。啊，明治宪法第一个讲万世一系啊，就是天皇一万世一系啊。天皇这个法人位置啊，搁低嘞，这个国家体制搁低嘞。只不过即卖和平宪法是因为麦克阿瑟用权力改伊，因为镇压改过，和即卖日本被缩限在。现在的领土范围，但是大日本帝国其他的领土的事情都没有处理，在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没有完全给它处理完，台湾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下关条约，你看这日本的这个地图，刚才在这个地方，在广岛没多远，这在九州的上面，这个港口这里、哦，过去，我头拄仔无讲大清的年代。大清的年代，因为过去咱受到这个大清帝国漫画的影响，咱有足侪人白卡啊，所以把咱这个不好的习惯解开。欸，这是女权运动哦，让女生跟男生做一个平权的动作。啊，无你白卡弄做不方便走路的嘛，哦，还是坏习惯啊。不方便走路，很多生产力，咱来知影吼，所谓的非台面的
生产力，比如说啊，不要种一个菜，啊，就去菜市仔买。这个经济面嘛是足惊人的、哦。妈妈伫厝做胖做做，去菜市仔买。这个经济层面是很惊人的、哦。妇女出来为国家工作，哎、欸，那个是一个国家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啊。祖国的建设哈、哦，你也看较早北投、北投驿啊。北投驿车站，所以过去咱台语讲前驿后驿，就是前站后站的意思啦。啊、哦，台中新社过去，咱若看一挂古迹拢有即个，鸟居啊，国民党来拢甲咱拆掉伊，规个拢拆掉伊。全台湾足侪新社，连即个玉山山顶。拢有啊，拢拆掉伊啊！啊，较大较有规模的改做忠烈祠。为什么？洗刷我们过去的记忆啊，让你成为中国人啊，植入你是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啊，所以咱就变成安尼啊。家己过来的，一个台中过来的家己啊，这是台南嘛。啊，这是这个台北的迄个什么史什么历史馆啊？这过去的哦，过去的照片哦，这嘛是啊。过去咱是这种建设呢，有水无？我1999年哦，去这个意大利啊，罗马，哎，要一个许愿池，足大个许愿池哦，哦啊。所有的游客去拢肯钱，因为导游拢讲，你在这边许愿，你可以许三个愿，但最后一个愿望一定要是，你下一次会，你有机会会回来罗马这边，哦，一定要是这样。我大概的肯钱啊，你敢知影？因遐的人吼，都拢坐伫边啊看游客来肯钱，啊因逐工在那营收。特当哦，几百万的呢？迄时阵是法人呢。每年哦，每年是这样子哦。啊，咱过去呢，这种物件无听，咱是不是马上来用一个许愿池？啊，人来只关公，啊来肯钱给咱。啊，不是啊，国民党来全部物件拢拆掉，好的、水的拢拆掉，啊，拢起个铁厝。啊，迄、那个车站拢安尼平平啊，四四角角，啊，亲像迄个帮模都啊拆了安尼。啊，无设计感啊！过去是安那有遮设计？因为日本咧建设台湾的时阵，派精英去欧美留学，上届厉害的画图、净土比赛，上届水的、上届好的，把迄个图设计伫台湾，建设伫台湾。这两间同一间啦，啊，听我即马做这个色，看这什么色？哦，这 KO 的这个即马艺文馆嘛，啊过去是安尼啊，啊即马甲做这个色，即买什么什么印度风啊，什么反正欧北用啊，破坏古迹，国民党上厉害啦，啊因起一间庙吼，30栋尔，讲因的古迹啦，大家知影我讲对间啦吼，过去吼，你看基隆驿啊。车头头前拢有一个圆环，也是喷水池，也是雕像。啊，这雕像呢，这顶管是写这个华山总督铜像，伊咧纪念这个总督，伊对这个土地有啥物款的建设。啊，咱甲设铜像纪念。迄国民党来看到这個，这个袂歹呢，甲顶管咧提掉，换一身人去哩。蒋介石个底也袂使黑哦，先坑孙中山。啊、哦，因为贵姓爷嘛。啊，给蒋介石了，孙中山拿来，啊，给坑蒋介石。啊，头前这条拢叫做中正路，全世界上界这条中正路就是台湾啦。咱过去哈，有世界博览会呢，大家敢知？台湾有办世界博览会呢。咱的文明，我刚头拄仔讲咩？大正的时代，咱的文明真高啊。咱的文化水准真高啊，
那已经办世界博览会啊，这种是世界博览会的一个海，那个海报文宣啊，叫一下。对啊，哦，这博览会这个建设啊，叫一下。我较早嘛唔知，原来我们有光荣的过去、啊、我们现在是灰头土脸的现在了。这样，博览会的那个现场，啊、哦，新德车头，今麦个伫个嘛，有水无？但今麦交通足歹，今麦交通足歹，今麦就是安尼啊，今麦新德车头。你看这种澳洲式巴洛克式建筑，澳洲的，哦，这免去吧，你去车头遐就得了啦。祖国的证明文件，来，咱来看这张吼，这叫做护照，较早护照生的张安尼呢。啊，这不是咱祖国的护照哦，这是大清国的护照啊。因为呢，有一个一下是写华人呐、啊。陈无事返乡祭祖啊，返乡祭祖啊！啊，咱来看哈、哦，这张护照顶管写这個，伊发护照是证明有华人家陈无事被祭祖啊。这个、我陈无事，这个无就是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所以伊要倒来咱家祭祖，伊嫁去中国，啊，要倒来咱家祭祖。啊，你来看，厦门搭坐英国。爹利士应该是 Tellis 啊，哦 ，Tellis 诶，船啊，啊过来加，日本国台湾安平口地方，日本国台湾，台湾都几个？日本国嘛，这就是咱祖国，这个护照已经证明讲，咱甲中国是无共国啊。啊，自迄个时间到即马，从来无有条约，搁甲台湾搁行登去啊，拢无啊。他讲的宣言无效啦。宣言只是一个条约，你签的时阵的一个参考文件啦。看有要甲照安尼做无啊？但是台湾根本都无改挂予中国啊，嘛无让予中国，无送予中国，拢无啦。天皇的这个诏书叫啥？朝鲜及台湾哦，因为咱伫遮一旦成为帝国议会的议员，一个国家。你是殖民地的人民，你有一天经过了一些法律程序，殖民地的人民也可以在那个国家的议会、国家议会成为议员，那表示什么意思？你已经是那个国家的人民了，你是那个国家的公民了，你才能参政嘛。所以你要绿卡，美国绿卡跟你跟有美国公民证的人，两个人有什么差别？投票权就是参政权啦。公民就是你可以投票，你可以参政、啊、绿卡不行啦，但是税金赶快来纳啦、哦、过去咱人民管理人民用这个东西，这叫做户籍成本啊，这个是我们说所谓的这个一个行政的一些制度的文件嘛。你有去申请身份证吗？有吗？你敢有去申请有申请的，请举手我看麦。哎，对，台湾民，其实顶管是写台湾政府啦。啊，咱即马台湾民政府是因为咱即马还未结束，怎样，所以咱称为台湾民政府啦。啊，以后咱呐上轨道接政了，那就我们就是台湾政府啦。好、哦，啊，你也看哦，叫下福是啥物货？其实唔是福建啦，荷兰话啦，讲荷兰话的平埔族啦。哦，啊，才有一个蚕有无？就是这个人有白卡啦。爱写喏，你连食鸦片的习惯都要写。嘿，伊这个管这个护照根本就是咧管理人民，知影做人民的移动状况啦，你的个体的状况，这就是叫做历史文件，还是讲法律文件啦？啊，过来你来看这個，有一个色有无？你要个也要讲平埔话，诶，平埔族啦，叫做色啦。啊，你若未晓讲，你干那也要讲河南话，你就变福啊啦。啊，你若讲客话，就是变广啦。哦，啊，你注意看，有一千呢，
有清的，清表示啥？大清的满洲人啦，因是清啦。啊，你啊，大清所统治的中国叫做支那，所以伊叫做支啊。你那是汉人，就是吃支，还是讲汉啦？你啊，看遮有无？汉有无？汉。所以咱讲法理顶面的台湾人，是讲伫这个时间点进前，你原地你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以及后代啦，本土台湾人的定义是安尼啦。啊，咱讲你是日本人，是咧指咧国籍的状态，过去有迄个国籍的状态，唔是咧讲你的血、你的 DNA， 你是日本人啦。有人讲你参考民政府，你是要做日本人哟。我过去小时候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让老师安尼教嘛，对不对？啊，大汉了后去台北上班，台北迄罗斯福路迄附近吼，有一间叫做台湾的店，台湾的店，我伊卖做者台湾历史的，我看看讲，诶，原来我是平埔做的呢，因为我姓潘，哦，啊伫南埔，啊我看阮一寡迄、那个。像那个身体的那些构造啊，是讲哎、欸、特征，我来讲哎，我是平埔族的，来民政府了，我煞变日本人，你嘛是啦，对啦，看啦，哎、欸，好来，啊，所以有人讲哦，你民政府是不是在分裂族群呐、啊？不是哦，咱是依照法律文件哦，所以。你过去那是有这个文件，就算你是汉人，就算你是亲人、支那人，无论你是讲何的话，诶，这个平埔族，还是个要讲，啊，这已经即卖已经无啊。你甲看这個，这是啥物货啊？啥物字？羊子。有哈 ，K 件嘛哈 ，K 件，啥物叫做 K 件？你敢知？怕 K 玉所练的件 ，K 件啊，好，来，祖国的记忆，我带大家回来祖国一下啦，啊，回来祖国一下，祖国的记忆，来，托那里诺托托罗，啊，就是龙猫啊。龙猫吼是阮囝最近最爱看的一个卡通影片呐、啊，啊，大家应该有看过吧？哈、哦，我把龙猫里面的画面截取出来哦。这个、人穿什么衫？你有穿过无？唔捌哦，来，你有穿过？这个、人唔捌穿过吗？有穿过无？有啊，哎，他都在讲无，这我本人，这是我本人，我是来民政府了，啊，等于兵相簿，哎、欸，啊，我来想去，我来去丢啊，咱过去的是这种文化涵养内，我们在这个文化涵养内成长啊，长大的嘛，哦，啊，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阮旧厝啦，这拢已经拆掉呀。这是这个大 B O， 咱讲陈清武呀，一个大阮的旧厝底下，这是拍漆啊，啊丢钉。龙猫来的影片有这个东西呀、啊，这是啥物事？吹下吧。下卡是这嘛，啊伊插一支这個，咱家水抽开嘛。有人讲碰扑啊对，即卖阁有无？较真卡的所在都有，嘿，山顶嘛有哦，山顶嘛有哦，水脉比较好的地方就会有这个东西。即卡是啥物货？烫手啥物话？日本话嘛，迄是咱的国语哦，啊、哦，请说国语，唔是，请讲国语啊。哦烫手较早毋是有一个钳仔有无？迄铁啊，
十八个吼、哦，过去干那一个囡仔，咱设计较足水个，烫树个茶叶得来，去哪去？伫倒位？台湾嘛，还是讲斯诺基？伊诺基，斯诺基，迄、那个基吼，迄、那个基就是球啊意思啊。你也想讲球基球基，来伊球基啊基，安尼就来基开啊。哦，啊苏苏基耶，苏苏基林木有无？木，那个木啦，樟木。过去有吊鬼帮打吧，大家都有点头哎、欸，哎，你们都跟我一样童年，都有同样的童年了。啊，过去是咪困在？啊，这个名城，搁有这个插门哈，对不对？啊，过去是咪是拢在困？刚好碰城，无啦。过去拢困在嘛？这是较现代哦，因为阮阿嬷的时代吼，伊这个门，诶，这块茶，这块片吼会较悬，啊，顶悬嘛是拢搭这个搭纸，啊，会较会当放物件，这空床啦，吼，我细汉就拢做爱教阮阿嬷困，因为阮老爸老母嘛是这个眠床，但是伊无铺榻榻米，啊，阮阿嬷有铺榻榻米较软，吼，啊，若细汉带着就艰苦啊，阿嬷就哦累个。阿舅妈，榻榻米哥可以出去拍，可以出去讲，好、哦，有这个记忆的，请举手。哎呦，原来我的年纪跟大家差不多了，应该是大家的年纪跟我差不多了哈、哦。来，过去公车有几个人呢？有嘛哈、哦？这嘛算公务人员哦，对不对？一个台车有两个公务人员啊，就业机会很高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要有这个人？为什么？不是啊，不是。过去真正会当拆票的车站无多，啊，较真卡就是一支公车牌啊嘛，对不对？啊，伊停的时阵，你起来，干嘛收钱？啊，伊就是不是迄车站边啊，都有一张表，都一站到一站几块？现场贴票嘛，是这个设计用意啦。啊，即马唔免啊，即马就算迄牌啊，无车站贴票，啊有一个牌啊，啊车来咱去哩，是毋是甲比一下就好啊？迄台就是车站啦，诶用意啦。好、哦，那个比一下的话，那悠游卡嘛吼、哦，比一下就好啊。那个用意就是这样子啦。过去囡仔胖起是毋是龟争头？那阿杰啦胖起是毋是龟争头？拢捌阿杰啦。啊，就出来吹，对不对？啊，那阿杰啊，伫路边做歹代志，是任何人都会当管阿杰啦。那个叫做共同教养。但是七十年来，这个物件概念失去啊，这个东西已经不见了。骑这台是啥物车？唔通去讲孔明车，是中国的物件吼。唔通讲天顶就是天顶，唔通讲孔明顶，我唔捌看过孔明棒顶，哦。因为中国的东西你开始要慢慢过滤、哦、脚踏车是在指讲他用脚踏的、啊、铁马是在指讲过去就骑真马嘛肉真正的马嘛、啊、这是铁啊骑起来感觉亲像马嘛、哦啊、有的人说这是主专车啦、哦、主专车啦、哦、车就是车就是较小台还是说鄙视安尼啦吼，好，就安尼嘛，对不对？较早这台车是受管制哦，有牌哦，真正有税牌哦。啊，有坐过无？有和阿公阿嬷是是大人，甲你用这台车伫后壁甲你载有无？啊，靠，等于刚买去哦，驾着有无？有驾着，请举手啊，我看卖有驾着的。经验嘛，对不对？啊，家里囡仔去脚皮较软嘛，啊，家里足疼，对不对？啊，第二摆坐着脚开开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啊，这是共同经验啊。祖国，我即摆咧讲的是祖国。较早无囡仔车呢，练车是不是拢安尼练呢？
对不对？你是安尼练的抓手啦，我看嘛，你是安尼练的。对啊，咱大家拢是安尼骑脚踏车的嘛，脚软过，因为你坐袂到，脚伤短坐袂到，你软过，为中安尼打嘞打嘞，这是这个偷偷落影片来底呈现的东西呢？为什么1988年宫崎骏他做的这个影片勾住？换回我们过去的记忆，咱就是同一国的啦，我们就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啦。所以咱讲日俗是啥？就是过去迄个教书以后，咱就变成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了。有人讲，天皇1945年4月1号的教书无效啦，因为8月15投降啊。教书的否定了那个之前的教书啦，供那个1945年4月1号台湾实施明治宪法的招书，来不及实施啊，所以无效啊。干咩不好？你若正白导航啊，你的土地全部拢唔是你的哦，嘛要阁是你的啊。你正白导航只是导航尔，你头讲放弃你所有的财产，无嘛？所有权是你的，永远都是你的啊！除非你在条约上做买卖，或者是做割让啊，割让个别当割让领土哦，哎，割让殖民地哦。所以菲律宾跟关岛是西班牙跟美国战争刮出去的，因为是伊的殖民地。等西班牙呐，尊公有了西班牙宪法在。菲律宾，那菲律宾它就会变成西班牙的一部分，但是没有，过去都是殖民地，整个亚洲都殖民地啦，咱拢是殖民地啦，啊，但是因为台湾真特别，天皇救了咱，1945年4月1号诏书的关系，美战的根据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吼，第23条，叫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即个就是主要的占领权国啦。主要的占领权的国家就是美国啦 ，USA 啦，就是写伫遮哦，23条。这中文啊，伫遮主要占领国美利坚合众国，哦，这是主要占领国。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里面著名的啊，所以其实旧金山和平条约有很多国家哦，它有很多国家都要生效批准哦。那主要占领全国就是指的是美国啦。叫下，赶快，主要的占领权国叫下哦，这是土西特诺阿美利卡。我是在民政府看这个51面，我现在留留啊，安尼呼会出来的。阿美利卡，这是片假名啊，外来名词差不多拢用片假名拼的，哦，啊，那是国语就是片假名。美战的单位是啥物人？咱伫外口有看到这种车牌有无？哎，顶管接啦 ，USMG 啊，啊 TCG 就是。台湾民政府啦，啊 ，USMB S USMG 为得位来诶，伫遮啦，第4条诶 B 加，哦 ，Japan 承认什么会加，哦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的缩写 USMG 伫遮啦，哦，咱诶即个国际加毛写嘛。这美军政府了，美战的相关文件，这是旁证哈。现在这个文件是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家己的承认，就这个英文版，这中文版，他自己有承认，伊讲台澎地区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中国人都知影美战啊，台湾人唔知影，所以。媒体红色够厉害啊！啊，咱个一脸红片啊！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国，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们有
护照，我们有钱币，所以我们是国家。中国人伊就知影，当然伊发表这篇的文章的意思，就是伊要甲全世界讲，台湾朋友也阁是我的啦。安尼尔，伊用意是安尼尔。但是这个文件会当去证明讲，中国的拢知影，美国还占领了台湾，但是台湾人自己不知道。安尼来讲，咱是毋是井底之蛙？真正是安尼啊！七十年来，咱一直拢是安尼啊！啊，民政府起来啊！去甲亲人朋友讲，亲人朋友讲，你是毋是诈骗集团啊？那么叫井底之蛙，甲叫起来，结果，佮会怀疑讲你是毋是被诈骗了？来，咱佮看，哎，这是放大给大家看呐、啊。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啊，一共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的主权和非法行为，这是中国他们单方面。一厢情愿的说法，武力侵占其实是武力占领，占领谁的土地？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啦。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签呢、啊，没有签呢、啊，中华民国也没有签呢、啊。啊，这土地是以前的大清帝国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啊，跟你现在中华民国1912年的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中华民国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新闻嘛，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台湾是绝对安全的。是谁保护了台湾的安全？可是蒋介石说是他们呢。若不是我们国军来这边了、啊，台湾早就被共产党、共军哦侵犯了。其实不是呢，伊是招来遮，因为受到咱的地印，因为咱战输美国，美国甲咱占领，啊，因嘛是到咱来个遮，受到咱的地印。所以伊受到美国的保护啦。美战的现象，我们看一下影片吧。美军哈，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嗯、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3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是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空军作战中心在干嘛？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嗯，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这种新闻吼，你得要注意啊！伊咧讲有关军事的，啊，这就是真明显的美国要去占领台湾。现在伊有法度把核弹头起来台湾，伊太唔起北京扛。现在伊会使直接飞人去飞去白，唔免通报国防部，因为
这个地理当局就是伊细汉的啦。我要入来，甲出去，我现在就一定爱甲你讲。我有甲你讲是甲你尊重，啊，无甲你讲嘛袂要紧啊。这就是占领的。伊讲飞行机飞来青山岗，无人知影，较有可能无人知影，一定内底人有知影嘛。内底人甲美军一定有联系嘛。啊，未太唔知影，飞行机凊彩咱飞咧一个机场哦。不可能啊！你太知道你飞落去时会弄到什么物件无？跑道上有什么物件有无？第二个，伊讲军中有一个联络系统，跟他们很熟。啊，为什么会跟他们很熟？哎，炸了，拢知影的嘛，拢知影。只是咱台湾人，我跟你讲，迄媒体红色较做厉害，即、這个新闻袂一直报啦。迄是咱今仔日伫遮，会当一直甲连，一直甲连啦。连到即马，咱拢也无代志啊，啊无来甲咱掠去，不可能啊！因为那是受到美国军事政府保护的啦。啊，伊来个青山港，佫会当开一只外资的车，开到台南机场，甲核弹头佮载出来，佮载倒来青山港，飞人机佮飞走。安尼表示啥？青山港佮台南机场是美国即马军事政府佮控制掉的，伊当自由进出的。有人讲我无看到美军啊，敢得爱互你看到靠这美军占领？就是安尼啊，看一下影片九，这最后一个影片吼。Sidewinder missile, which performed as well in battle as in this demonstration. 稍微快转一，三分之一啊。To Formosa itsel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rushed to come for it.什么叫超级种马呢？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直升机的侧翼这边印了一个马的头的图样。因此呢，在这个直升机在今天下午2:25抵达的时候，以它非常漂亮的一个滑行速度，还有这个整个操控呢，可以降落在台南的基地。那也是停机熊刚缓缓降落在基地的时候，凌晨抵达台湾。不过，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台湾海关，而是 AIT 自己人。这一撤侨，一时阵日本大队当的时阵，美国为日本撤侨了一百台湾，没通过这个流亡体制的海关，是 AIT 的人员家己排刀啊，准备出关，设海关啊，好应该。有啊，这是刀啊，啊设海关好应该应该。他们的总统报告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当时我们的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就告诉 AIT， 所以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就有点生气了，就是为什么事件发生第一时间，我们的外交部先跟 AIT 报告？拉法叶界更敏感的是担心美方会不会挑衅，记得舰在出示海里演练后就会先行折返，其余舰艇继续前进，巴丹岛负责绕行，但要出征血岸海域，最后连实弹射击也免了。实弹的操演呢、啊，因为要提前。提出申请海空域的管制，提前提出申请，所以没有实弹吗？谢谢，谢谢，你三个共啊，谢谢，共谢谢。一个共的时候，我们现场的指挥官他可以使用锁枪之类的轻武器，但是如果遭受轻武器，好，咱先关掉。所以拉法基拉法不是拉法院，那个记得建议开出去，那个时阵菲律宾那个。尊长，咱有一个伊阵啊的事件嘛。菲律宾是美国管的啊，啊台湾是美国占的啊。哎，干咪好，你两个相拍，但是有民怨伫咧啊，出来表演一下，讲你有生意，咱有主权啊。媒体拢雨点大啊，没得雨声大雨点小啦，哦、啊，雷声大雨点小啦，就是出来表演一下。哦，我要开炮哦，我有武器哦。啊，媒体开始做，讲你看，一个记者舰队，咱甲规个菲律宾的海军全部剿灭。哦，阿公啊，哇，咱家己足厉害，足爽的。啊，会出去开开的，啊，回来无代志，这代志就煞呀。菲律宾袂爽，安尼就煞呀。台湾人哦，你看新闻的时阵爱注意，对咱常常拢伫这个迷魂阵内底啦。啊，表演互咱看，咱看啊足欢喜啊，但是咱无法度跳出来。所以本土台湾人赶紧醒过来，遵守国际法，咱要倒转来历史原点。简单照国际法理，才会咱走出台湾的活路。今仔日这门，这个门已经拍开啊，需要更加多人用药残物，赶紧唤醒咱身躯边的亲人甲朋友。今仔日
我演讲到这，多谢。